大家好，今天你收下昨天放的黄山笼子，看有没有。看有没有，这个草倒的地方我就放了一点。哎呀，你要淹死了，我跟你讲啊。好像有一条，哇，这个笼子真大。好玩不？喂。等一下来看啊，这个草很锋利，角度都破了。那草草找不到了都，这里面好像有货，把它放在一起看一下有多少。看一下，好像没有。哎，这里面有，这里面有黄鳝，哎，也挺大的，哎，还一条，哦，还有一条泥鳅，这里面没有，三个没有，哎，这里面有。这里面有两条，好像一条大的，一条小的。嗯，这条挺大的。再说完了，三四条泥鳅，还有八九条黄鳝，还有三条黄鳝还比较大，其他都是小的，好小。这好像还少设三个笼子，还有三个笼子没找到，我再找找。哎，找到一个，没有。你要跑呀？就你搞得我找不到了，你还在跑？找了两个了。还一个找不到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一个这次还可以啊，上次放这个笼子一条都没有，这次还有个七八条十来条的样子，回去可以炒一碗。走回家，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好呀，走，你要回家。